我是文士爷。我们上次讲到，就是说出国旅游玩，鸟毛一大堆，猫毛一大堆，龟毛一大堆，那种雷队友打坏你整个旅游心情的时候，你会碰到什么样的状况？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全程臭脸，你们去就好了。我想回饭店，他24小时都想待在饭店里面。去到哪？没关系，你们去就好。我想回饭店，我们去按摩好不好？你们去就好。我想回饭店。哎，你不是说想吃那个名产吗？我们去吃好吧。你们吃就好，我想回饭店。你闹什么别扭讲出来？也没有，也没有跟任何人吵架。回国的时候过几年，你再认真问他，哎，你那时候出国到底什么？没有啊，其实我玩得很开心啊。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一直要问我说，我哪里不对？我只是想回饭店，难道这样都不行吗？巴瑞，你也欠揍，你知道吗？那个脸。发生紧急状况时，疯狂怪罪旅伴，散发负能量，这个。不是你有时候做一些有用的事情，比方说钱包掉了，没关系，这样好不好？你这时候就开始有方案嘛？你们先继续出去玩，有一个人陪我就好，我去当地警察局报案，是不是？这事就可以处理掉，不是嘛？就开始，我钱包掉，我怎么会掉了？哎，你们怎么没帮我看呢？你不是走在我后面吗？我钱包掉，你难道没看到吗？哎，你怎么都没有帮我顾呢？哎，我这边是你老爸啊，是你老母啊，我怎么塞你老？先进下一段，手游中毒，去哪他都要玩。哎，我们等一下要吃的，啊，那个现在在表演了，我跟你讲，全程回去他不知道参加了一趟什么，啊，这种人很烦，为什么你要看着他？你看着他，要不然他就掉了，啊，他掉了也无所谓了，你去上一个表演场，我跟你讲，他还坐在那，你知道那这种人烦在哪里？就是他没有参与。然后他回饭店，可能他那个游戏打完，或者手机没电，他开始就问：哎，刚表演什么？啊，刚吃了什么？我怎么都没吃到？哎，我有输钱呢。啊，那表演我都没看到，我要不要录给你啊？你要不要从我脑子里面吸取记忆去看好了吧？出国玩，不要是低头嘛，对不对？这很烦呢。不管到哪拍照，都要十几二十张才甘用。一道菜来了啊，等一下，还有，哎，对不起，我开一个效果。你不要夹柜踩你啦，然后去看一个表演啊，好棒！大家就现在，我可不可以看表演？人一直拍，我你不知道他拍什么，他们永远活给人家看，所以你看他部落格，哇，好精彩！他的人生就是在拍照，手机没电他就疯了。盥洗用品不准备，借用旅伴的，还觉得理所当然。你脏不脏？师爷以前有从事过旅游业，所以我们绝对不敢用饭店什么毛巾，我们会带自己的毛巾嘛，洗澡毛巾去用。洗完澡要擦手，你看我毛巾怎么湿的？忍不住一问，哦，对啊，我想饭店毛巾很脏，所以我用你的。那我不脏哦，啊，你用你擦哪里啊？我现在想起来有点想吐，你知道吗？隔天早上起来更精彩，他在刷牙，用你的牙刷，好重，很脏哎，你知道吗？师爷，我本身没有洁癖，但有些东西真的是不能跟人家共用。你是不是暗恋我？我睡觉的时候你是不是在偷看我？我现在想起来有点后怕，你知道吗？那怎么会有人用人家的牙刷，然后用毛巾，用什么？你会有一天想变成我啊？你很脏哎，所以说去哪玩真的不重要，跟谁很重要，好的朋友。大家互相，然后兴趣一致，出去玩很好玩。不好的朋友，像刚刚讲那么多雷队友，真的很讨厌。遇到这种朋友怎么办？一招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之后告诉你，拜拜。